三盘一拿，慢慢往前滑。我要一个小份的糖醋里脊，来十袋子，打包带走。这种鸡块。那个是鱼香肉丝吗？对，要一份。西红柿炒鸡蛋也要一份，还够吗？这样一看确实够。再要两个藤椒鸡腿，这个辣椒辣吗？这个辣椒油的辣，油的不，这个没法看出来。那我要一根。再要一个瘦一点的把握肉。这一块呢？这一块吧。这一块吧。这豆干吗？对。糊味了吗？糊味了。那我要一个。看看前面还有啥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菜？香酥肉。那要一份，这一份多少钱？十二。好。这个是冰淇淋吗？蓝莓山药。这个多少钱一份啊？9块。那我要一份，再拿一盒蛋挞。这玉米甜不甜呀？是吧？不甜。是热狗。那我要一个吧。可以帮我拿个冰可乐吗？冰可乐。对，阿姨，你再帮我拿碗米饭。好嘞。吃和月饼这包装可真上档次，这颜值我真的爱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吃这个月饼了，现在月饼都好新颖啊！这个是自助的，有我喜欢的流心，口感吃起来很绵密，不甜不腻，有点微微咸，里面有好多咸蛋黄。咸甜搭配，吃饭不累，吃个藤椒味的鸡腿。藤椒味吃起来有点麻麻的，咬个蛋挞，第一次吃玉米形状的热狗，土豆炖鸡，番茄炒蛋，鱼香肉丝，糖醋里脊，小酥肉，没事没事，豆干，把子肉，虎皮青椒，好好吃。最近真的是好喜欢吃这种饭菜。油润润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这个是豆干儿。这个是蓝莓山药，冰冰凉凉的，有点蓝莓味，好细腻啊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冰淇淋。